三个没做过家事的少爷要接手欧妈妈所有的工作，照顾六个七个小孩，一天洗三次衣服。来，衣服交给张浩博洗喽。我洗。煮三餐饭。保持家里清洁，还得扮成小丑娱乐小孩。史上突发状况最多的任务即将登场。9月17日中午晚上9点，公视《扭蛋快跑》。